嘿，石溪，你吓我一跳。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想干嘛？怎么了，俊哥？我去卖笋子。还好我在这里等着你，不然又被你跑了。你怎么老是天不亮就上山啊？赶紧把东西放下来。怎么了，俊哥？这天都还没亮，你去哪里卖菜啊？我现在很生气。别气，俊哥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你错哪里了？上山去找笋子卖啊？是这个吗？真的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。你自己看一看，你一个小女孩，这么窄的路，天这么黑，你天不亮就上来，你一个人在这里走多危险啊！万一出个事情怎么办？还吃早饭了吗？你吃早饭了吗？我就知道你还没吃，来，给你。俊哥，我不吃了，我还要着急去找摊位呢，一会儿没有好。哎呀，拿着，你干嘛？你慢一点，你干嘛？先把早饭吃了。来，拿着，来，东西放下来，我给你背，先拿着。来，拿着，快点。没事，我给你背。来，拿着，来放下来。这个很重的，你放下来嘛。你赶紧吃早饭，这个我来背。谢谢你啊，俊哥。好，不谢，来，我来。哎，走吧，赶紧把早饭吃了。好，没事，走吧。我开车难道还没你走路快吗？看你诚心，你背这么多，你看你这一身都成什么样了？谁让你天不亮就出来的？来，赶紧上车。走嘛，先上车。身上脏得很。走，来，赶紧先上车。你不是还要着急去找一个好摊位吗？还不嘛，你现在又不慌了。陈鑫，把安全带系上。好的，俊哥。你真可爱。来，我帮你。俊哥，你这。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这里卖的剩不多了，那个陈勋啊，
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在叫啊？你没听见吗？咕咕咕的。这里呢？对啊，你看这也卖的差不多了，你算一算我们今天一共卖了多少钱呢？那不请我吃个饭啊？那你走吧，收拾东西吧。林欣，你不是说你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汉堡炸鸡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去吃这个吧。没事儿，走吧走吧，我带你去吃。嫌弃你什么啊？不会嫌弃你的，谁会嫌弃你啊？走走走走，我带你去吃，走嘛，从来都没有吃过，我们今天就试一下嘛。来，陈鑫吃这个，吃汉堡，快吃吧。干嘛？你直接一整个鸟子吃就可以了，你试一下嘛，一整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直接一整个鸟子吃嘛，就这样，来，我喂你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尝一下，好吃吗？我已经买过了，你快坐下吃吧。我已经买过了。对啊，你请客我买单嘛。快坐，快把它吃完。快坐吧，赶快吃。好吃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还从来没带你出去玩过呢。今天你给自己放个假吧，带你出去玩一玩。